杂货店。初次向您求教，我是月兔，是一名入围了明年奥运会候选名单的选手，我们就不能设法帮助他一下吗？把想要咨询的烦恼写在信里，晚上投进卷帘门上的信箱投递口，第二天就可以从殿后的牛奶箱里找到答案。我们在和来自过去的人通信。浪氏杂货店寒暄少日，不知道现在这里还接受咨询吗？余电音乐家先生，你真的要放弃音乐吗？也许只是暂时的想法吧。浪氏杂货店您好，今年春天我从商业高中毕业，我想帮他。那个时候日本经济还没有起飞，而我们已经知道了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。请务必给我们回一封信。人2012年9月13日，仅此一夜复活。爷爷，浪氏爷爷，您是说您会收到来自未来的信？